我要心语在写，我要让心之虫寄住到你的身体里。来吧，给我吸血吧，让你得到心之虫，让你伤心难受一辈子。我觉得好可怕，我每个月都有帮预防啦。哎，小可爱，我过来看你啊。你刚刚去哪？我刚带我的小可爱去医院施打预防心丝虫的虫爱心丝啊。预防心丝虫还有针可以打，不是每个月吃药就好了吗？哎呀，当然有啊，现在有打一针就能提供狗狗12个月心丝虫保护的新选择。哎，好像很方便哎，这样就可以轻松预防心丝虫了。那你还不快点带奈奈去打？走。你们去哪里啊？又要我看见吗？你要打针吗？要哦，好，来打针咯。来咯，好，打咯。等一下啊，不痛哦，不痛哦。哎，没事，来奈奈。打了，你看这个。已经打进去了吗？哎呦，没事哦，他有一点震惊。打完了。打完了，哎呀，笑笑哦。他完全没感觉嘞。对啊。李医师，这针有什么特别的吗？为什么可以维持一年？是把那个药物包在微晶球里面，然后你打进去以后呢，它会借由皮下吸收运送到它的脂肪里面，然后借由这一年的时间里面呢，它就会慢慢的释放出它的微晶球出来。那他们计算出来的时间大概是一年左右，可以维持一年，对。那这项技术是新的吗？会不会有风险？虫爱心丝呢？其实它在国外已经被使用20年，重点是它对于牧羊犬品系的，它都可以很安全的被使用。所以在透过你们专业兽医师来试打的话，一定会有更安全的保障嘛？是，没错。其实那我养胖胖嘛，那猫可以打这个吗？猫目前还不行呢。它还是只能使用一个月用一次的滴剂或者是口服药。哦，好了解。今天好棒哦，打针怎么那么棒，那么勇敢啊？完全无感。对啊。好的，影片看完了哈，我们这次要抽奖哦，抽什么呢？抽这只狗狗，它是抱枕，然后下面这边呢有毛毯呢，所以平常觉得人话可以干哈。那怎么得到这只狗狗呢？只要呢你们公开分享这支影片在 Facebook， 然后呢在这支影片的贴文下面留言 #预防心丝虫，好简单，我们就会抽出8只狗狗送给你们哦。那还不赶快行动，赶快留言，赶快分享，那我们下次见喽。